台湾观光节再一次的在我们纽约时代广场来向国际观光客来推广台湾的观光。那最主要今年主推是台湾观光年历，那把台湾的重要的国际的这个推上舞台的节庆活动呢，透过这样的电视墙，让全世界的观光客都知道台湾的优质的旅游文化，把我们的好山好水好人情来呈现给这世界的各个的观光客的认识。谢谢。